材料清单：牛奶特仑苏一盒，砂糖40克，鸡蛋2个，蛋白皮13个。鸡蛋和砂糖搅拌均匀，倒入牛奶混合均匀，蛋菜皮摆在烤盘上，菜叶倒入九分满，放入预热好的烤箱，烧下火中层160度40分钟，外酥里嫩，味道很棒。